各位同学好，我是教升大学第21年线上英文教学第3年的英文老师林威。今天讲的主题是紫禁城 The Forbidden City， 是中国的帝国的宫殿 Chinese Imperial Palace。 帝国的这的名词有另外一个用法，它从明朝到清朝朝代的英文叫 Dynasty， 坐落在北京，发音 Beijing。帝王的英文叫 Emperor， 当然你就要知道形容词叫 Imperial， 刚刚说过了 Imperial Palace 就是宫廷，还有另外一个单词叫帝国，所以美国的帝国大厦叫 Empire State Building， 三个词类变化各位都不能忽略掉，我再呈现一次。紫禁城是中国大陆的仪式和政治中心 Ceremonial and Political Center， 当然也是传统的宫廷建筑物的代表 Traditional Palatial Architecture，198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World Heritage Site。 第一个机构呢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英文翻译叫 UNESCO， 叫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因为里面都是古老的木质结构被保存下来，发音叫做 Preserve。 那如果你要听更多林威老师讲解，请你付费成为会员，我们空中相会咯，拜拜。